浪漫紫罗兰，如果你想要衬肤显白显温柔的话，很推荐。那如果呢，你今天真是想走大地色系女生啊，或者是你想跟紧现在那个美拉德时尚潮流的话，其实这个也非常推荐给大家。然后你上面这样子搭个毛衣，如果你真的还是很冷的话，你又不想要穿外套的话，你里面再偷偷塞个发热衣，有没有？你这样一整套搭起来，大家都不会发现你整个人就是。非常非常的，里面装了很多小小的机关。其实你可以看到，在长度上，我身高167的女生是可以达到下身适中的。可以看到她的手袖的那个蓬松感，大家有看到吗？非常非常无敌的特别，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做了这个立体车线的地方，让它呢有更加立体的效果，然后整个人的蓬度也很漂亮。